诊疗宛如酷刑，竟比疾病更可怕。就阵痛，就是因为我的指甲都掀开了，血液一直狂滴呀、啊，就想办法缠起来。去到医院以后，医生又把我缠的伤口又好了。甲沟炎很常就需要拔指甲，不是看起来很可怕，真的也很可怕。钳子进去把它整个分开就对了，从头到尾就分开分开分开，真的是满清十大酷刑。其实我们有可以考虑截肢了。今天晚间九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